就是我刚刚没考虑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个水会滴到这里整个里面，这个呢，这个是吗？对，这上面不是有膜吗？这个按道理说应该有两个了，一夹不够吗？嗯，一个，对，这一个这不是正好弄吗？一般就手带一下，我要把手过去推一下。放这里啊。嗯。嗯，跟没切的一样，这哪是一片啊，这就是艺术品。看不看？啊？不是啊，是啊，龙利鱼本身。